位留書嘅同學，大家好，我係校監吳瑞麟。由於疫情嘅關係，大家都好耐冇翻學校。咁我新年嘅願望就係希望大家可以早啲翻學校，見下你哋嘅老師同同學。咁我順足喺度祝各位同學仔就係牛年事事順利，身體健康，學業進步，笑口常開。恭喜發財！我恭祝咧喺新嘅一年啊，2021年咧，桃花歡迎小學上下全體同仁、校長啦、全體教師、職員教師啦，所有嘅同學們咧都身體健康。咁咧同學仔咧就要去進步啦，教職員咧亦都係開心心啦，同埋工作愉快嘅。各位仁安堂流黄发夫人小学的各位同学，同埋各位学校的老师啊，同埋员工啦，我喺呢度咧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啦，有一个好安全嘅一年。而家香港咧，其实疫情都应该就快过噶啦，但系大家要保持最高的警戒。唔好鬆懈，經常戴口罩啦，同埋洗手啦。我相信主會得帶我哋走出呢個黑暗嘅一段時期噶啦。我自己覺得今年之內咧，一定必然又見到光明噶啦。多謝大家，恭喜發財！祝各位仁愛堂流黃發夫人小學嘅同學仔牛年進步，讀書蒸蒸日上，身體健康。我係康哥哥胡偉康。希望有一天可以来到学校同你一起唱歌，好吗？恭喜发财！大家好，我是 Rita 魏以山，在这里恭祝仁爱堂流黄发夫人小学所有的同学仔牛年身体健康，快高长大，学业进步。如果第日山姐姐和康哥哥有时间来，就跟你们玩下游戏，唱下歌仔，好吗？各位仁爱堂流黄发夫人小学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 KK 张国强。今次呢個疫情咧，就唔知咩嘅力量咧，就令到我同埋你咧都有好大嘅改變嘅喎。就好似我哋啦，就平日就要翻工咁啊，你哋就要翻學。咁但係咧，你哋由翻學到唔使翻學，到咧就留翻喺屋企度學習翻學咧，我諗都經過咗呢一次嘅困難之後咧，你哋都學識咗係點樣去面對困難啊，去解決困難，跟住咧係為努力同埋去奮鬥嘅精神咧就出咗嚟嘅。我是非常之开心啦，可以经过今次呢一个嘅疫情之后，令到我哋嘅人生咧就更加之扎实咁去成长嘅。年轻人，我真系替你哋开心嘅，因为你哋经历咗呢一次嘅疫情，以后行嘅路仲使你惊咁多咧？继续加油，你得嘅，你得我都得嘅。好啦，新年咧就快到啦，咁喺度顺便咧祝你哋大家牛年进步，身体健康，恭喜恭喜！大家好，我是乔宝宝啊，恭喜发财！在这里祝仁爱堂流黄发夫人小学咁多位同学仔同家长恭喜发财，祝咁多位同学仔牛高马大，学业进步啊！祝咁多位老师校长心想事成。恭喜恭喜，睇多啲乔宝宝学业又进步啊！恭喜恭喜，新年嚟到咯，校长预备咗两封大礼送俾大家。第一封就系千万要好好读书，咁我上堂咧就专心，有疑问嘅时候咧要问老师，同埋要勤加温习。第二封就是千万要身体健康，那我们要勤加运动，均衡饮食和注重卫生，那的话大家就会过一个很快乐的牛年的啦，恭喜恭喜。各位大家好，我是仁爱堂田家炳中学吴建荣校长，在新的一年祝愿仁爱堂流黄发夫人小学的校长、教职员、家长同学身体健康，事事如意，特别希望同学能够是摆高长大，学业猛进，恭喜恭喜。喂，银公佩正，你哋两个手上的徽章好靓喎。是啊，校长，这些徽章呢是用来跟我们母校仁爱堂流黄发夫人小学拜年的。嗯，方校长，
不如我哋一齐向刘小师生送上新春祝福啊 ！Sure, no problem。祝乐刘小校长同师弟妹身体健康，学业进步，新春蒙福，恭喜恭喜！各位刘皇发夫人小学嘅同学，你哋好啊！我系浸信会荣龙中学嘅郑校长。祝愿同学新嘅一年咧身体健康，所有疫情咧都离开晒我哋，就好似咧我身后面永隆中学嘅大壁画里面一样，成长路啊嘛。透过咧成长嘅过程，满有恩典，满有喜乐，丰丰富富，满有成长嘅经历，新嘅牛年啦、啊！大家好啊，我系石梨圣约望天主教小学嘅萧校长。牛年就嚟到啦，我喺呢度咧恭祝仁爱堂刘皇发夫人小学嘅吴校监、刘校长、各位家长、各位老师同埋各位小朋友新年快乐！希望你哋健健康康，小朋友快高长大，学业进步，平安有爱，恭祝各位新年快乐！大家好，在过去一年的疫情里面，很欣赏同学能够以积极坚毅的态度面对生活的改变和学习当中的挑战，更让我们感受到刘小学校师生互勉、关爱满日的校园文化。期望新的一年大家能够继续努力，以感恩珍惜、积极乐观的态度迎接每一天的校园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主恩满日，恭喜恭喜！启思幼稚园祝大家牛年大吉，身体健康，聪明伶俐，学业进步，家庭幸福，恭喜恭喜！